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雨。对，那就是我目前就是还在休养当中，对，所以可能不太会有新的影片。但是，我目前还是有很多一些旧的影片可以发啦，对，然后也有一些新的计划在准备当中，对，所以可以期待一下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是在讲，就是我在当兵之前去实践小学当那个代课的美术老师的影片。诶，我自己觉得蛮压抑，就是。我是实践大学的，但是我跑去实践小学教书。对，好，反正就是，我们就来看影片吧。那我是觉得，就是我怕你们会觉得无聊啦，但是 anyway，我就是要消影片的库存，所以我就开始吧。各位小萝卜们，我们都是小朋友，你们好，你们叫我小雨老师都可以了。我们今天来画小飞象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对，就怎么讲？就是其实我之前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有在思考，说就是你会觉得影片无聊这样子。对，那也有在想说要不要拍了。对，那就是，但是就是还是有看到，就是你们有，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会在底下就是留言。我之前在当美编，就是都很忙，都没时间做影片。然后最近离职了，对，我最近离职了。对，然后最近就是比较有空开始做，然后有看到就是，有一些人就是会在底下去留言说，就是很希望就是可以再看我多发一些影片，对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真的就是谢谢大家，好，那就是可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新的计划，然后也可以看一下之后我们拍我就是陆续剪的一些旧的影片了，对。那都是记录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。好，那如但是如果你对我的影片有一些主题的想法或建议的话，我就觉得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当然最重要就是还是就是可以帮我，按赞啦、订阅啦、留个言呐、开启小铃铛，对，那这都会是我在制作影片一个很大的动力。好，那我是小雨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昨日は好きで、明日はどう好きで。